上好，这里起立。哟，我的佩戴，哎，蹲站了，怎么样啊？蹲站，能服务他们了吗？佩戴。大家好，那今天呢我又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，是我在网上面呢有看到，其实蛮多人在玩这个游戏的。然后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，当我按 pause 的时候呢，那被我 pause 的这个人呢要 pause 住，然后什么都不能做，直到我 unpause 他的时候呢，他才可以动回。其实我这一次呢就想到呢，就是我要跟阿 Jeff 一起玩，不过呢不是他跟我一起玩，是我玩他。如果只要他遵照我的所有规定呢，他呢就可以跟我要求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就会满足他。所以呢我就等他回来，然后等一下呢我就会跟他讲这个游戏规则。诶 Yes What 陪我玩一样东西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我按 pause 的时候你就不会动，然后我 unpause 你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动。这样我有什么好处先？对，如果你遵照我所有的游戏规则过后呢，我就给你一个小小要求，你可以要求我任何东西，只要你 follow the rules。跟你讲好像我很吃亏耶。没有吃亏啦，吃亏什么？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，真的。啊哈啊哈。OK。哎呀，不，我是不是中招哦？The game starts now。现在在外面呢。在做着运动，然后嘞，我刚刚就去厨房把我的这些 cheese 全部扒到碎碎，然后嘞要给恐怖片吃。然后在他在做运动的时候嘞，我就会 pause 他，叫他停住，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摆上他身上。我先去看他做运动。做什么？我做运动在拍梦。要 pose 可以不要人家做运动做到一半 pose 吗？好，他们吃饱走了。你在干嘛？我在你在拍什么？我在煎蛋，不要玩，再来拍就。想太多话了。我在煎鸡蛋给你吃，等下焦掉那边。你鸡蛋也焦哎。不，可以不要焦掉吗？你吃焦鸡蛋。你可以快点，快点解掉吗？没，不想。他妈的，你看，我老，什么喂？哎呦，吃的棒大棒大！你烧到这个锅都烧掉了，别。哇！我蛋本来做的好好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别。可以了吧？停了吗？可以吗？没有啊。很热，而且现在很热，我流很多汗。哇，这个。现在真的很热，快点，喂。快点！哎，你不可以动了嘞，动就输啊！我现在脾气也不好，你现在这盘你输了，用吃了全部。怎么你要这样浪费食物？你自己吃。Let's go， 我要吃东西哦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快拿过来，哥。OK， ready， sit， baby， yes， pause， 哈。这位他们呢 ？Sit， sit， sit。看我拿多久？我不管你哦。他对我啊，等下咬我。他们会很讨厌你啊，你给他们吃。Sit， sit， 你看他们这边坐着 ，sit。一比好了，没有没有。哎呀，你看他们来了 ，sit。他们厉害，站好久了。哎，哎，不要动我弟弟，没有礼貌。我竟然知道我最弱点在哪里，弟弟可以好了吗？现在有点尴尬哦。Sit。OK， I'm pause。
妈他们要把我杀掉了吧 ？Yummy yummy， enjoy。现在很早，才八点多。那个瓜，不要把我做家务了，给我去外面打篮球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。我一定要坐来等。哎，下班了再来打篮球啊！因为我做。喂，大佬。你在拍什么？别震动，我在打到人。喂，哎，卖力点是吧 ？Pass， 哈，别动。作死你！啊哈！放什么？别！别！这个人太难了，下面做家务不要做，我在做运动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老毕，快点点，现在七早八早，你给人家做，反省，不过你这样困下是很舒服，不然水有点热，你可以调，退，你可以调滚一点吗？哎，我这样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你这个。这个很过分啊！我想可以陪你玩 pose， 没有想可以给你灌水啊！阿胖，耶，活该！别弄啊啊！我有相机保护啊，走开啊！弄事你赔钱啊！我跟你讲，对，对，你妈的你啊！现在在冲凉，因为刚被我喷湿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去。喂，这干胶还在冲凉吗？怎么？干胶。这边锁门。我没有干胶啊。有轻轻冲凉 ，please。喂，喂。哇！来了。完了。Don't touch。哎，抽烟可以不要干叫嘛，妈的！我老皮，这种么？哎呀，这冲凉哎！对吧？这么凉可怜，这么你男朋友洗脸。喂，已经睁不开了。笑笑屁啊！下次再这样我就对什么？怎样？不爽？打过啊？我是觉得真的是很不爽啊！那个水一直这样喷，哎，我已经完成这个挑战，你就要答应我一样事情了咯。OK， 好，什么？我当时不会跟你讲啦，跟你讲就没有意思哦。嗯，可以了。你们不可以懂这种东西，小孩子不要懂这样多 ，OK？有些事情轮不到你们知道的。我们现在其实要送 PS4 了，或者是美拍相机，看是抽到谁，这几个星期之内会送出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公布呢，我们80万订阅呢会送什么。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观众，又还没有订阅我们，又还没有打开小铃铛，你就知道要做什么了，就要赶快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 ，follow 我们的 IG。那8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们要送什么？8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送华为 Nova Phone。不管你是香港观众、台湾观众还是大马观众，选到你我就寄到你那边去，我们很 steady，、哦、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华为 Nova 是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去留言啊、哦，我们自己出钱拿、啊，没有。sponsor 的好不好？如果华为你看到你要 sponsor 我们也是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想太多了是吧？啊，这样不用紧啦，这样我们自己出钱啦，只要你们看得开心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留言、订阅我们影片吗？也想要我们挑战什么的话，你跟我讲，到我弄好 ，OK？ 拜。哎，什么24小时？我要带你去新加坡。你要带我去新加坡做梦？我要带你去吃东西。我们可以改成明天。我们改不到明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嘿，你就猜错了，你以为我要去哪里吃啊？你不要学我哟！我没有学你，我没有去这么多天。所以
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他还不知道他自己要去哪里。最是不知道我自己要去哪里跟去做什么，这个感觉很无助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骗你去香港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开心。因为我很开心啊。保安声明，我从游泳出去。Can you show him where's the ocean？ 转向我先。我转向你，转向你。Okay， 等一下。